好好，你用魔杖指，来来，怎么是？怎么？问什么问题？请问杨志良，他不知道知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我也觉得昨天被他浮选、被他站台的人真的很可怜。那杨志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失言了，但他这一次真的是语出惊人，这个是让人惊吓的惊。我觉得杨志良他这样完全缺乏性别意识，而且很明显的欠缺吴思瑶委员一个道歉，欠缺所有台湾30岁以上的女性一个道歉的说法。我真的希望杨志良先生他可以出来好好面对他自己昨天晚上的发言。那我也希望帮他为他被他站台、被他站台的候选人能够摸摸自己的良心。如果今天换成是别人这么说，你还能接受吗？你还要帮他圆吗？我真的觉得昨天晚上帮他被他站台的那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女性候选人真的很可怜。委员，我这边吗？对。我觉得杨志良前署长有非常严重的升职焦虑，好，甚至他有非常严重的性别迷思。那他的这一些言论，其实在现在你要说对他真的对于非常的多的女性造成了伤害，但是我认为在现在台湾性别平等走到这样子的一个更多元而且彼此尊重的时代，事实上杨志良前署长的发言更加的凸显的是他们多么的落伍，多么的这个退步，而且多么的不了解台湾已经进步到了什么程度。那简直是一缸旧酱菜，而且那个还是不能吃的酱菜。哦，那其实杨志良前署长这样子的发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我绝对相信杨志良前署长的发言是来自他的肺腑之言，他是认真的这样看。但是我不得要问，杨志良前署长屡次的讲出这种性别歧视、性骚扰非常不恰当的这一类的言论，为什么国民党总是会让他来浮选？是不是代表中国国民党根本的价值就跟杨志良前署长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从政同仁们认为杨志良前署长的言论跟价值就是你们的言论跟价值？到今天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中国国民党的相关的从政者出来对于这样的发言表示不妥，或者是要求他道歉。那我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很有感受，杨志良前署长他在当署长的时候，我就在临床当医生。当时因在他的领政之下，台湾的医病关系有多糟，台湾的医疗政策有多扭曲，而且他那时候已经就发表过非常多不有对于单身、对于女性非常不友善的言论。而当时中国国民党全面执政，而且中国国民党那个时候杨志良前署长还非常的红，是中国国民党跟他们的支持者眼中最喜欢的一个候选人之一，最喜欢的一个首长之一。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很多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年轻朋友，你们可能觉得杨志良就是一个会说错话的老先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杨志良前署长代表的就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主流性别价值，他所说的话就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主流性别价值。如果你认为杨志良所说的话很荒唐、很可笑、很歧视，那请千万记得，如果你没有出来投票投给其他的政党，你没有出来投票抵制这个歧视女性、没缺乏性别平等概念的政党，那这样的人就会成为台湾未来4年的主流。杨志良前署长的年龄大概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担任卫福部的部长，但是之前大家都提过，依照国民党以前对于杨志良的重用，如果是国民党执政，他就会是在疫情时期的卫福部部长，想想看有多可怕。那你想想看，像这样子的人，他如果是未来的政府对于性别平等、对于社会福利、对于医疗政策的主流，那有多可怕？所以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杨志良前署长所代表的、所揭露的，就是中国国民党长期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根本
根深蒂固的性别概念、根深蒂固的歧视观点，请大家要特别记得这件严重的事情。那1月13，请让中国国民党知道，他们不但落伍，而且不思长进，真的要进入历史的灰烬。谢谢大家，谢谢。我弟还要再讲，我们俩已经骂了差不多。我是再次重复哈，就是说刚才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杨志良前署长，他这么多次不断的发言，但是他的地位在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内仍然是屹立不摇，所以这绝对象征的哈，整个中国国民党对于这样的一种欠缺性别意识，对于性别平等毫无概念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说法，他们是哈。即使不是积极，但是也是消极的替他背书，而且更何况我们的卫福部、现在整合之后，除了公卫之外，我们整个社会福利、还有很多的，甚至关于少子化对策、也都是我们卫福部主管的。如果未来像杨志良前署长这种的意识形态跟这种意见成为执政的主流，那么我想对于台湾的很多要对抗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发展，绝对是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不管是为了我们年轻的女性，以及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未来，我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选民要睁大眼睛哈。中国国民党这样的意见跟这样子的意识形态，他们所推出来的候选人，竟然还都为这样的想法而背书的时候，千万大家要慎思一遍，让我们的社会可以真正往进步的方向来前进，而不是走回头路。接下来，记者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国务情趣拿你们的包包、裤子上手，我们就可以上手。他去发糖果是不是？好。